Hello，Hello，hello, 各位 CBO 们，大家好！想要在这边跟你们分享 CNI Business Center App 里面的 Sign Up 的 icon。你现在如果在 offline，在逛街啊，在吃饭啊、饮茶啊的时候，如果分享给您的朋友、您的亲戚、您的家人。关于谢奈的这个事业的时候，然后他们想要加入，您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话里面招募下线，就是 recruit downline。好，我现在就分享给你们看哦。第一个就是下载 CNI Business Center App，下载了过后呢，点击 CNI Business Center App，然后就右下角这里点击一次。然后在第一排的第三格点击 Sign Up，好，你看到这个 Sign Up 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O2O Friends Plan 的时候呢，你可以往下滑，往下滑，您的 Sponsor Code 还有 Referral Code 会直接 Automatic 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就是说，你招募了这个下线的话，它是直接是 under 你的。CBO code 的，no，您的下线就需要填写 IC，然后性别、email、名字，他选择的语言，所有打星星的都需要填写哦。这边是生日日期、地址、postcode、state、town，还有电话号码。然后过后呢，他可以选择 "I want to receive offers by emails"，这个也需要的。然后一定要点击这个，然后 click submit。如果你的 information 是填错的话，它会出现在这个红色的格子里面。所以这边写着 "Please enter your IC number"，就是说您的下线还未。放入他的 IC number，所以如果我放错的 IC number 的话，它的数目不同，它的日期不合的话，它还是会出现这个 invalid IC，它直接会 automatic 在这边出现。所以如果我选择对的 IC 的话，它会写着 valid NRIC，要记得填写完毕这些有星星的，然后再 submit。OK，submit 过后呢，你就会看到这里，它可以选择100块钱或者50块钱的 membership fees。如果100块钱的话，就是有 PVBV 的，然后50块钱的话是没有 PVBV 的，但是50块钱的话就有那个20块钱的的 network expansion incentive 咯。所以您可以帮您的 downline 选择，depending on 他是不是已经买了100块钱以上的产品这样。如果他选择100令吉的话，以下的一个 button 就会出现，就是 proceed to available items，需要点击进去里面。所以就是说，如果我是选择可以的玩的，你的玩的就是超过100令吉嘛，因为它的 member price。然后如果我 add to cart 的话，他就会跟我说，我的这个你的玩的嘞是599，然后我这个 O2O Friends Plan 100块钱，然后你看到最后，其实那个 Member price 那个100块钱是没有 charge 在里面的，它只是 charge 599而已。然后它这边已经是 automatic 帮他填写了，OK？所以他填完过后呢，然后你就 click check out。你可以再 check 多一次他的 order。然后再看他的资料对不对，然后再看那个 order summary 是不是对不对，然后你过后可以 proceed to payment page，就是说去付钱。
所以记得哦，这个方式的话，就是他购买100令吉以上就可以拿到免费的 membership fee。然后他可以，他这边就会显示咯，他显示了599，就是刚才选择的那个 Little One 的，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去付费。他直接去付费的话，他可以选择哪一个银行，或者他可以选择 credit card 或者 debit card。OK，然后他可以放入他的付款的详情，然后 I authorize，记得勾这个 I authorize CNN Enterprise to debit the above net charges，然后再 proceed。OK。就这样付费完了，然后你就已经保荐了一个下线喽。好，这样现在呢，我要收一个50块钱的那一个例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要讲解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选择 preference language 是英文的话，他会 automatic 收到马来文的 CNI friends，但是英文的 CNI friends 可以在 CNI Business Center app 里面。The CNI Friends 的那一个 icon，点击进去可以找到英文版的 CNI Friends。好，OK，我现在就说，如果是选择50令吉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出现？好，我现在选择50令吉，那我 proceed to payment。如果选择50令吉 proceed to payment，它就会直接。去到这个付款详情的地方，就可以直接付款了。好，OK，祝您保荐成功，拜拜。